我聽人講198蚊可以食到四人嘅海鮮餐，新唔新鮮㗎？我今日就要過嚟睇下。呢間店係隱藏喺學園街嘅巷仔入邊，仲大過我手板嘅3號啊！男人應該好中意吧？真係犀利！平時出去食餐飯起碼100-200蚊一個人嘅，呢度198蚊真係有海鮮食。而且啲生蚝真系肥嘟嘟嘅咁样啊！对食材嘅烹饪咧，系以焗为主嘅，保留咗食材嘅原汁原味。一入口就食得出系新鲜嘅生蚝，每一只都肥美可口。而且咧，佢系咧生蚝咧，佢系唔会腥噶。我就超中意食呢个盐焗嘅大班子虾，大只多。哇！嗰啲虾肉咧系好爽口啊！雪花牛肉粒一啖一粒，超满足。我最中意咧，佢入口咧就。好像有一种融化的口感，但它不会有渣，不会有筋。想吃好东西不一定去大饭店，有时候街头巷尾都会发现惊喜的。难怪这里可以开到10多年，百多元有海鲜食，而且出品都不错，你们过来试一下。